詹姆斯选了韦德直播82月9日讯 NBA 全明星官方 IG 晒出了一则詹姆斯在昨日赛前做准备的视频，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战队，詹姆斯，我们队，巴比，勒布朗队很棒啊，我们实力很强，等不及下周末的比赛了，夏洛特，巴比，我们来啦。谈到韦德也在勒布朗队，詹姆斯严肃脸，是啊，很不幸，这是选人最糟糕的部分，很不幸，我把韦德选到了这队，我太兴奋了，鬼脸。以下是勒布朗队阵容名单，首发，詹姆斯，杜兰特，欧文，莱昂纳德，哈登，替补，浓眉，克莱利，拉德，本西，阿德，唐斯，比尔，特殊权，明星，韦德，塞拉，来源，直播吧。